九十平的居宅一开门就有惊喜感，精准的格局规划，多元建材的堆叠，自然而然地将设计融入居住者的日常生活，实现一家四口的品味生活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说明开放式设计的好处，美型收纳的关键，最后告诉你星级饭店的起卧质感。公领域以白色及大地色为主，自然纹理的大理石与金属光泽具画龙点睛之效，开放式设计串联客厅、书房与餐厅，宽敞的视野，日光洒落，光影疗愈，半高的石材电视墙界定客厅与书房视野通透，不论在窗边卧榻或任何角落都能轻松的互动分享日常点滴。玄关玻璃铁件屏风精致美感，也能化解风水疑虑。悬浮的玄关收纳柜视觉轻盈，比黑色石材打造的基座让艺术品更出色。半高电视墙一墙两用，后方也能展示收藏品。书房开放式柜体的立面结合镜面与滑门，呈现丰富的居家端景，又满足海量收纳。餐厅与厨房间以玻璃拉门区隔，可防止油烟飘散。廊道底部的画作让居家艺术感浓厚，也隐藏着主卧房门入口。巧用大理石材、铁件、玻璃等文素高雅的舒眠空间，一字形动线更衣室内部连接化妆台，展示与收纳空间，功能强大。次卧延续主卧的质感，双色墙面创造视觉层次感。比沙列空间设计，张晋峰设计师擅长以建材色彩营造场域的细致感，为空间注入生活美学，塑造时髦与实用兼具的现代美宅。